朋友们，欢迎晨读晨语。我们今天看到川普降至 TikTok。川普星期五下午在白宫告诉记者，我们正在调查 TikTok， 可能会禁止 TikTok， 也可能采取其他措施。我们有一些选项，但是很多事情正在发生，因此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。不过我们正在研究很多关于处理 TikTok 的方式。他说，美国官员一直担心 TikTok 可能会将其手机的美国用户的速度传递给中共政府。 TikTok 则表示不会这样做。朋友们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。 TikTok 看起来是一个儿童的玩具，实际上是中共洗脑的工具。川普有可能禁止 TikTok， 预防共产主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唱一首歌，叫禁止 TikTok。川普很强，中共落在叶子一样，美国很美，中共很和。晨读晨语，谢谢大家。